这首歌听了你好感动，请你打一通电话回去给你老爸。一个人在外面坐，那是阮老爸。事是彼杯茶，惊月娘传乎伊某的批，不知收着袂。讲你着，不免挂念厝内底，大大细细，爸爸的人生。是请咱一家换来的代价，一双手，一双鞋，一步一步牵咱经过。爸爸的一生，甲酸酸的，嘛毋捌真正享受过。无机会，因为一个人只有一个老爸。有钱嘛无得买。